早餐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喜欢你的呼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脱口演员付广志啊。哎，看到了，你接到活了吗？跟你刚才那个来段脱口秀表演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直年轻，一直暖。看得出来就非常符合我的气质，因为我就是非常暖的。父王有。